买个平面水洗机，买点牛奶，给你打个小红包，买点书籍，你可以跟我讲，好不好？然后我看看我们班小朋友跟你有没有共同兴趣爱好的。在小朋友入院之后呢，我们专门为这对父子提供了一间爱心病房供两个人休息使用。然后目前的话，小朋友是已经收入院了，我们进行了多学科的联合会诊，然后在完善完相关的检查之后，将会对小朋友的足部进行肢体的矫正手术。我在网上获得了信息，9岁马丁的小男孩在医院照顾他的父亲，我为他的精神很感动。今天我带着平板学习机和牛奶，准备给他捐些钱，让他今后好好学习，同时也祝福他六一儿童节快乐。那我多少次吃过菜？吃手术券啊，请弟弟下午手术加油啊！我下个周末再来看你。